说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。消失的那个人，回不去的青春，忘不了爱过的人，才会对过往认真。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，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。没想过失去你，却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，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。我很想你，却一直骗自己，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多想唱给你。妈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宋轶，我的男朋友。啊，妈，人家还给你带了东西呢。伯母，昨天我才和连霜决定上门拜访，时间有些仓促，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希望您能笑纳。妈，您可别小看这些东西，可是宋轶一大早就跑出去，一件一件精心挑选回来的。啊，让你费心了。哎呀，老岳母和准女婿一个比一个客气。妈，我今天特别高兴，因为全世界最爱我的两个人呐，就在我身边。伯母，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照顾你们二老，还有连霜。哟，现在就表忠心了，妈，你答应喽。你说什么？宋轶进咱们家门了，还是连霜的男朋友？千算万算，怎么也算不到他竟然是这样进咱们家的门的。连霜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呀？我哪知道啊，连霜跟我这儿一口一个准女婿准女婿的介绍着，那你说我还能当着女儿的面把他轰出去啊？作孽呀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呢？我们许家到底是怎么得罪那个宋轶了？仲敬啊，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呀，这万一哪天连霜先斩后奏把结婚证领回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休想！只要我许仲敬还有一口气，他就休想进我许家的门。哎，伯父，哎，你别叫我伯父，我承担不起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是跟我登门拜访有关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管你采用什么方式认识了我女儿，又采用了什么手段博得她的信任，但是，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：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马上离开他，离我们许家越远越好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你做不到？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？你自己心里很清楚。所以，我们许家的大门永远不会向你敞开的。那我也只好说清楚，我还是会和连霜在一起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先上去了。改日我登门拜访。徐总，对宋轶，咱们该怎么办？不是我不给他留活路，是他自己有路不走。您的意思是？
我在上海被他赶尽杀绝。是，知道了。 不瞒您说，我是喝咖啡的人，不懂茶。这狮峰龙井是我一个朋友送的，据说是非常地道。您大驾光临，帮我鉴赏鉴赏。不错。 这个朋友很用心呐，这狮峰龙井味道确实不错。麦克先生，我今天到你们麦谷是来看一看，认认路，顺便呢，跟陆总谈谈下面合作的事情。啊，没问题。不过不凑巧，陆总出差了。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，具体是他操作，但是大方向还是我来把握。 那我是不是能先了解一下贵公司投资部的人事架构啊？啊，徐总的意思是，我听说那个叫宋毅的，是你们投资部的一个总监。啊，他在华尔街拼杀多年，是一个有经验的投手。我不愿意见到这个人，跟我们许氏集团有任何业务相关的事情，更不愿意听到宋毅这个名字。 我不明白徐总的意思，这个人跟我许仲敬过不去。麦克先生，我可以明确的表态，只要这个人出现，我们的合作将会终止。对不起，徐总，我不知道你跟宋毅之间的事情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我们麦谷一向都是以客户为先。这就好啊。 夏云，Alex， 你找我有事吗？进来一下。怎么我的电脑密码登录不进去呢？啊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
我不知道的事。啊，不是，那个我马上就不是您这个组的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刚刚，我现在被调到陆总那个组了。那么我的密码登录不进去，还有朱自杀这些，都和这个有关吗？要不你去问一下总裁。麦克，为什么我的人无缘无故被调走？我的电脑也进不去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请坐。你坐下，我跟你解释嘛。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和许氏企业的合作计划，发觉呢，我们的人员配置已经相当到位，我们的计划也做得非常详尽。当然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和厉城在同一个小组，我发觉有点浪费人才，而且一山容不下二虎。你们两个都是有风格有想法的投手，放在一个项目组里，未免会影响各自的发挥。所以我安排你去跟金溪有机农场的案子，给你一个独立发挥的空间。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本来就不应该做别人的副手，对不对？金溪有机农场在我进公司之前就已经搁置了，而且我进公司的时候也研究过，失败的投资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可言。我记得当时你也同意我的观点。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非常重视，相关的法律法规会越来越严格，这个项目还是大有可为的。麦克，你明知道这个项目根本没有什么前途，甚至没有什么工作量可言，你把它交给我，不等于让我休假白拿工资吗？你最近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你可以考虑歇个大假，带薪的。真的只是让我休假吗？ Alex， 我告诉你，这是美国总部的决定，我只能跟你说这些，你先别急着下决定，考虑几天再说。英娜好。喂，是我呀，你和曼曼在一起吗？你们在哪里啊？在外面呢，在一起。怎么我打曼曼那么多次电话她都不接啊？你们昨晚是不是很忙啊？苏曼在发烧，我们在医院。啊，好好的怎么会发烧了？昨天晚上穿少了又喝多了，又吹风，所以发烧了。不严重，放心。我过去。不必了，她还在睡觉呢。哎呀，这才几天呢就把我们曼曼给管起来了，我又不是外人。在哪个医院？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哎，宋毅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很不高兴的样子？没有啊，最近公司有点忙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啊？没什么事，苏曼病了，高烧住院。咱们俩去看看他吧。病了？嗯。严重吗？所以我才说要去看他呀。陆立成在电话里说他昨晚喝多了又吹了风，他正守着呢，他没来上班，你不知道啊？没留意。你们都是同一个公司的，苏曼病了你不知道，陆立成没来上班你也不知道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忙，上车吧，咱们俩一起去。哎，林叔。嗯，我就不去了，你去吧。今天肖家才刚刚上班，一会儿还要见一个客户呢。苏曼是我最好的朋友加姐妹，再说也是昨天晚上喝出来的毛病，怎么说也是咱们俩招待出来的，你好意思不去吗？还是你一个人去吧，你代表我们两个好不好？不好，你跟我一起去嘛，我本来就最讨厌医院这种地方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
我就不信你们公司离了你就不赚了。走吧走吧，客户改天再见。连霜，哎呀，连霜，上车了。我知道你醒了，麻辣烫和宋毅想过来看你，要不要见他们？我在这里，不用怕。要面对的，始终躲不了。吓坏了，陆励成说你发烧，怎么好端端的会突然病了呢？我们来了又不让我们进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，他还笑着呢。我带宋毅一起来看你，还听说你昨晚发烧病了，心里内疚着呢。是吗？嗯，我没事。谁是苏曼家属？我，什么事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化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只要好好休养几天就可以了。嗯，麻烦你现在去跟我办一下手续好吗？好。嗯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我们曼曼终于有被人管得服服帖帖的一天了。他刚才说他是你家属。哎，怎么我生病你看起来这么开心啊？不值得开心吗？你这么一病啊，你的篮球一号人前马后的服侍你，这么一来啊，他对你的态度不是很清楚了吗？我看你大可以好好的在这休息几天，好好的享受享受。是啊，我真想再烧个几天，把过去的回忆都给烧掉，烧到时间都停止，然后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管，什么也不去想。说起来真要感谢你的苹果呢。我去拿的时候才碰到我们宋毅那天呢，我一定是很疯狂，我想他一定是被吓坏了。本来他都坐上出租车要走了，我突然冲了过去拦在车前。哦，他和那个司机被我吓了一大跳，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。这些事情你不是都已经跟我说过了吗？嗯，人家开心嘛，就想再跟你重温分享一下。
照顾好苏曼，那天晚上，你跟我讲权利，我现在想问你，你有什么权利来这样关心她？苏曼好不好，已经不关你的事了。她今后的痛苦快乐，你都没有权利再过问，你最好明白这一点。还有，你也不必拜托我去照顾苏曼。 苏曼是个很独立的人，她是我见过最勇敢坚强的，她不需要别人的怜悯，哪怕是我。她更不需要一个抛弃她的人去拜托别人去照顾她，这样对她是侮辱。你这种廉价的内疚和牵挂，最好省省。你说的对，我当然说的对。 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是你该做的。麻辣烫是他最好的朋友，而名义上你还是苏曼的上司，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。苏曼选择沉默，是很高贵的举动，所以我警告你，配合你，控制你自己。你可以高高兴兴地陪着你的许大小姐，但不要在苏曼面前时时流露你的痛苦和无奈。 你这是在折磨他，更不要在麻辣烫面前露出任何马脚，不要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。还有，当苏曼回过神来，有点滴滴，肯定会被他拿来放大研究。他心底干净，他会为你找理由也很难说。如果你真的想对他好，你告诉他。 你什么都给不了他，你根本就没有爱过他。为什么要对他那么狠？你是说我，还是说你自己？只要是正确的选择，我不介意狠一点替他一次作怪。所以，软弱的人，作恶最甚。这句话是对你最好的评价。如果你心里…… 对苏曼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内疚和温柔，那么你帮帮忙，狠一下心，让他死心。好，我是为了苏曼。很好，我也是为了苏曼。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知道了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和曼曼说话，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。你们两个女孩子在这儿聊天，我留在这儿干嘛？刚才我在门口和陆总说话。嗯，真是的。你这个来看病人的，老躲在外面算什么？好了，我没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我有路历程就够了。 嗯，明白，我们走，有路历程就够了。你好好的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拜拜，你们好好的哦，走吧。 刚才也看到了，我还能跟他们开玩笑，跟他们道别。我好好的，是，很不错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我不错。那，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离开医院。 我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一个房间。好，然后去哪里？吃。
你怎么都不吃啊？少废话了，吃你的。悠着点儿，失恋报复社会也不能这样。昨天才刚吐过，今天打完抗生素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没脑子。你不侮辱我，你会死啊！我现在还活着。对哦，我真是个笨蛋，我连这个都没有想到。别在公共场合哭了，影响别人食欲的。乖，咱们回家哭。结账。浪费这么多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做吃一看三的席面。我们穷人虽然吃不起西餐，但这点讲究还是有的。能贫嘴了，不错。说吧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你什么时候知道宋一跟麻辣烫好上？在你还没有回来，还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无意间碰到你。那宋轶他飞到美国去看我，是在你们迅速热恋的时候。最后我看到他和麻辣烫在一起，你一个礼拜后回来，他再次出现，然后就是你们一起吃饭。就到公司辞职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赞同，但我到公司是为了他，现在也没有这个必要。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会不赞成？苏曼，我觉得你适合这个行业，我认为你适合这个公司。你为了一个男人，一个幻想来的卖国，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。不过比这更蠢的，就是你甘心承认自己的失败，甘心躲起来不见人，灰溜溜的离开。可是我干嘛每天要见到他，来伤害我自己？因为真正失败的是宋轶，他辜负了你。他对不起你，应该羞愧离开的是他而不是你。难道就为了争这一口气？你不妨仔细地想一想，
自从你来到麦谷以后，你的欢乐有多少是来自于他，又有多少是来自于你的工作，你和这边的同事，你的成绩，你的挫折。而宋轶到底在你这段生命里面占了多大的位置？难道你就不能，或者说没有能力去面对一个没有他的人生？我知道，十年暗恋了，但人是需要成长的，现在就是你要成长的时候。你回头想想，这十年你对他的爱，跟你们所谓这一个周末的相爱，到底有多少是幻想，有多少是经得起挫折和分离的爱？辜负你的人自然会有他的结果。但你要考虑清楚，如果你确定离开麦谷是你最好的选择，我不留你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要多喝开水，按时吃药。苹果放了一会儿再吃，现在太凉了。我煮了白粥，饿了就可以吃了。但我不建议你吃什么别的东西，你刚吃的太多太油腻了，应该饿两顿。嗯，我走了，你自己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很恐惧，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切都是真的。但我不能永远留着你。会好的，现在痛苦是免不了，但一定会好的，因为你是最勇敢的苏曼。会好吗？我真的会好吗？一定会好的，虽然这样的日子恐怕不会短，而且很抱歉，就算我想帮你，最痛苦的时候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一个人去承受，这些都只能靠你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安慰你，你必须自己撑过去。还有件事，你的篮球照片，凡是和他有关系的东西，我都收在一个袋子里了，你可以把它藏在衣柜里，或者是重新摆出来，甚至全部丢掉，你自己选择。我现在必须回去了，还要加班，但你有一个礼拜的特别待遇，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不讲理，也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，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以后，你要重新出现，上班，笑，少帅，你又来训练我了。
对，你要好好的，知道。就这样抛下，为什么？你还欠我一个为什么？十年，我爱了你十年，我一直都跟在你的后面，你喜欢什么我就跟着喜欢什么，就算你知道你根本不认识我，我还这样小心翼翼地讨好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？你知道这多伤我的心吗？我好痛啊！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那么好的日子，那么美好的一个晚上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怎么可以转身就忘掉？你怎么可以转身就忘掉？为什么是麻辣烫？你知道麻辣烫是谁吗？她是我最好的姐妹，最好的朋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爱我对不对？我从你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你还是爱我的。你回来，我们把这一切都忘掉，我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一定爱我，你还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那么爱你，我那么爱你，我重新来过，好不好？你回来了，我好爱你，我好爱你，我好爱你。我和宋轶啊要去旅行，你们好好玩。宋轶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你就一点都不恨他？我希望你马上跟我女儿认识，并且在短时间内要打动她的芳心。如果将来有谁能给我女儿带来幸福，我可以把许氏集团作为嫁妆。